来，首先呢，我先把这个底呢，先把它产生出来。哦，那比如说我要放一个灯塔，那我找这个好了，我把它拉到桌面里面。那这样拉它会形成智慧型物件，这样照意思。来，我稍微调一下套用，这样照意思。大小的话不够的话啊，你可以把它稍微拉大一点。这边显示变形控制项自动选取都打开。我先不考虑那个图档结构够不够，反正我是做合成，我就没再怕了哈。来，我拉大一点，这样够猛了吧？拉过来套用，这样子好意思，这样是不是有了？好，那再来，我再拉下一张哈。注意哦，这样完成之后啊，来看一下您的图层。哦，它会秀出智慧型物件的一个图示出来，这样照意思，意思说它原始架构没有被破坏了，这样照意思，你还有反悔的机会啊，好，这样照意思，好，可是我不管哈，反正我做合成，好来，这样有了，然后再来，比如说，我要再拉，我没有特别说我要拉什么哈，来，哇，这够雄壮威武了，来拉进来。哎，我变形也无所谓哈，我是拿来做效果了。来，是不是进来了？真照一次。那糟糕，那怎么办？这怎么办？这怎么办？看不到啊。当然就要利用图文遮片来做啦。真照一次。好，那现在有个问题啦。哎，你有发现你的灯塔？不是变形的问题，还蛮细致的。那去背怎么办？所以有两个态度啦，一个你真的要去用钢笔工具把它描起来，可是。看到这个你就软脚了，这样照意思。可是还好啦，看你啦，看你要不要那个，没关系，如果不要的话，没关系，我只是略略擦一下就好了。那请你注意一下，图文遮片在这里，哈，单点是全部显示，来还原一下。Auto 键点它呢是全部隐藏，这样照意思。我就先来一个全部隐藏，拿起你的笔刷好了，拿起你的笔刷在这里，笔刷，那个道路路街道街，好。可以调大小范围，再照一次。那透明度呢？我稍微把它刷淡一些。黑色是隐藏，白色是显示，刷刷白色，有吗？是不是有了？再照一次。那至于下面图档这一张的位置，你可能要稍微变形放大一下，有吗？好，套用，再照一次。有吗？哇，哎呦，来，这个呢太重了，下手太重了，来，涂黑色涂回来，这样颜色一看就知道有落差，有没有？那这边呢？有没有？懒嘛，不去背嘛，所以只能这样子的啦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这就完成一个底部的一个效果上的设计。好，这样子好意思，放心啦、啊，等一下到时候我也是合成来合成去啊，你也看不清楚了。好，来，那我再拉下一张图档进去哦。比如说，我要再放一张，这个也不错啊。来，拉进来。啊，我铁定要变形的哦。来。套用正在是一样单点，这样或者说按 Auto 键点它，Auto 键点它好了，这样就不用涂的那么辛苦。来，白色的下降一下，不要太深了哈，然后刷过去。来，入，这叫懒惰。换话说，真的应该去背好一点。哎，我没有预先说我要怎么放哈，我是直接凭感觉，我就拉我要的东西进来。好了，先这样。
哎，如果觉得图档位置你有疑问的话，你可以调整，参照一次，变形也可以啦。可是留这一根干什么？来，算你狠，避雷针。黑色是隐藏它嘛？来，那这个就痛快一下啊！啊，太重了，怎么又跑出来了？等一下啊！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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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还是把它拿掉了。我这边还要放东西啦，这边这样放太弱了，这样可以吗？甚至你说老师下面这个都不要，哦，我们到时候可以把它卡掉的哦。好，那我继续拉拉图档进来哈，比如说我要这一张拉进来，套用，那这一张大小你可能稍微要调一下啦。这边边可能也要消一下，但是你可以慢慢用一些混色效果在里面，还有整体的色彩，等一下我也会调控，参照一次。啊，比如说我最常用什么色彩增值啦，或者是什么绿色啦，绿色是去暗流量，你稍微认识一下这几个，这是去亮流暗，参照一次。那这边还有什么覆盖啦，有吗？覆盖，蛮特殊的用法，还有柔光，这边比较偏向中间调的对应，参照一次。差异化有时候也蛮有一些比较奇特的感觉，它会跟下面颜色做互补对应。所以互补就是白的变黑的，黑的变白的啊，哈、哦，然后比如说红的变青的啦，蓝的变黄的啦，互补对应，参照一次，你可以选择你比较喜欢的。可是我刚刚看了一下，我可能会用覆盖吧，参照一次，有一些梦幻的感觉。好、哦，可是问题来了，你这样用，那这怎么办？对不对？老问题又来了，你是不是要再做遮掩一下？参照一次哦，还有你要摆放的大小的位置，比如说我稍微大一点好了。好，套用，参照一次，可以吗？还是说老师这太大了？因为你放心，你现在是还是智慧型的物件，哦，这样可以吧？来套用，好，一样又来了，遮色片。可是遮色片您可以这样做，你可以改用选取范围来运用了，比如说我就选一个选取范围。有吗？然后去点到它，有吗？点到它一下，点一下，是不是有了？好啊，这个太锐利了，你是不是直接指引滤镜模糊什么？高斯模糊，高斯模糊，然后柔化边缘。我是选，怎么那么慢啊？快晕倒。好，按确定。那还是很清楚的地方，你还是用拿笔刷稍微再补强一下，再照一次，补强一下，把它消掉就对了，不要让它那么明显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就进来了。